颈椎哦，好，还有元老、内大臣、宫内、枢密院、内阁、帝国议会，有没有？钦定宪法交给帝国议会审议，贵族院、众议院。台湾的1945年4月1日颁布行宪诏书的时候，台湾有派代表到众议院跟贵族院，哦，林献堂那些有没有？哦，你都要先想起来了哈。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啊，第四条跟第九条，哦，就是改掉这两条，变成和平宪法。那原来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体制存在在哪里？台湾。天皇、元老、重臣，这边是架构帝国议会。日韩并合条款，明治43年8月20号有发布的一个新闻的号外。教育赐予，明治天皇陛下就透过教育赐予的诏书，就让所有文部省的人以后要教育我们的子弟有个依循的方向。看到这里有没有？父母有孝，兄弟有爱，夫相和，朋友相信，恭俭，这些底下。Okay. 各位，你现在电视面顶所看的政论性节目有没有意义？有没有意义？就是这个，无意义啊！卖浪费时间，你把时间省起来，好好把清汤卤两分煮，发你的煮好好汤。看遐谈论性节目拢无效哦，蓝绿红黄紫靛哦，黑白六色妖旗，只要登记在中华民国的殖民体制的任何政党，通通都是在嘴炮。哦，拢念一挂无营养的话，扰乱每一个人的头壳，互你足紧张的，惊中国甲你食掉，哦，惊咱台湾去互卖去。其实会无，你了解了你就知。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，根据《马关条约》。美国总统保有台湾占领权，根据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。台湾会去卖去无？卖，足稳的。美国的军队有用无？武力第一强。日本的防卫军也是很强。中国以后敢敢提无？唔敢提，哦，你说爱提提就好吼。真济一寡台湾总统府的建筑物也好，留下来物件也好，因拢起来共处理掉。哦，伫1958年8月份，哦，征信新闻就是中国时报的前身，报道啥？日据遗迹因雨肃清，啥意思？会当拆掉，拆掉；袂当拆掉，就改掉。哦，因足好改哦，所以你为遮我举一个例互你看。中国国民党也好，中国共产党也好，因咧伪造相片非常高，非常厉害，足够洗相片。这是原版的相片，有看到无？拢总几人？伫孙文的边仔，拢总几人？三个人变一张，变一个。各位，南京鼠惊南京大屠的屠杀的照片，可不可以变照？看他们的手法，安尼就知道，会变照，因就搞变照。抹黑，像美国去每一个世界的所在，根据联合国的授权，一肩扛起。世界维和的任务，他到每个国家去执行维和任务的时候，是不是要遵守国际战争法，遵守万国公法？可不可以随便屠杀？不行啊！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大日本帝国军队一样跟美国一样维和任务，所以叫什么？三次进出中国，跟现在美国一样进出伊拉克、进出阿富汗一样自然。什么叫侵华？什么叫侵略中国？一派胡言，捏造了许多的照片，抹黑污蔑了大日本帝国的军队。
真正烧杀掳掠的是蒋介石的 ROC 国民党军队，而不是日本帝国的军队。中国国民党的党军，他们穿着战死正气的日本的阿兵哥的衫，甲脱起来，穿在因家己身躯，穿甲不得不起，因为唔捌穿过日本的军服，钢盔嘛比较多，哦，啊，迄个武器也比较提，然后去翕一挂，即马人一看就知啊，令人可笑的照片，一看就知变造，用一贴像安尼。然后，让每一个原本你就是日本人的台湾人，以自己身为日本人为羞耻，这种错误的殖民者傲慢的方式编出来的教材，让我们所有的人有着错误的历史观跟国家认同观，造成什么毒品国理论风行，大家认为中国才是优秀的台湾。讲台湾话、讲台语的，拢是没水准。所以你看电一挂电视新闻，因派人拢是讲台语，食槟榔，啊讲话大细声，用台语胡白讲。你要看下卖，这就是殖民者的傲慢，咱爱认清楚。哦，所以恢复我们的国际地位正常化，我们追寻的目标就是法理他们，我们本身的素质要拿出来，哦，那那去验证，然后嘛，我，就对照出来，赶快南京事件调查报告嘛是安尼去验证，哦，伊安怎去啊写掉，哦，我互你安尼对照就好，哦，看中国国民党安怎咧算。支那是不是骂中国？无，孙文伊是家己写的，写予日本帝国的内阁总理大臣，哦，伊是讲家己的国家是啥？支那有啊？哦，你伫网络上你家己去找安尼相片哦，支那，支那就是中国的哦 ，China 支那，孙逸仙 ，Dr. 桑叶仙。Write letters to Japan， 听有无？你家己找好啊，哦，不研究。来，看这，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是谁？念出来。蒋雄多，林森。蒋介石在哪里？在这，抬头嘞，行政院长。足大诶吼！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初九，国民政府诶主席要选择，还是蒋介石、蒋中正选择？行政院长可以宣战吗？可不可以？好大，把林森当作透明人吗？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诶，蒋中正竟然可以率十万青年、十万军。向日本宣战，以及记下上十二月九日有没有写几点几分？没有，有没有？这就不符合战争法的精神。美国国会向大日本帝国宣战是几点几分？几月几日几点几分？很清楚。哦，很多变造的事情哦，慢慢看。圣母玛利亚，全国甲引进来台湾，变作乌面妈祖。哦，所以你拜妈祖是对一个白面的，还是乌面的？你若拜乌面的妈祖，各位，你就是天主教的信徒。哦，因为你拜啥？你拜圣母、圣母玛利亚。哦，你把圣母玛利亚当成黑面妈祖。认得清楚哦，这是不是台湾民政府的晶片身份证？是啊，不是？是啊，不是？我抓包啊，苹果日报，
年代新闻，年代新闻，唯一正当法成立，咱是中华民国体制里面的吗？中华民国没有战争法里面，没有哎、欸。中华民国1949年10月份已经死去了，哦，现在存在的那个体制里上，上司集团，有没有看过上司集团？你要看那个 Biohazard 那影片就知道了，哦，恐怖的。台湾民政府违法依法取缔，啊，你结果你拿，你敢拿秘书长的身份证在这翕，敢无？唔敢，结果拿美国台湾政府的身份证，哦，你要看这個，这是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吗？不是啊，哦，所以黑白报，来，汉人支那人，哦，日本人都没记起啊，这就是日本帝国留下来的空白的格式，然后这些。中国人他把它改上去的，这个印章是日本帝国留下来的印章，图书馆的文字。那时候呢，在台湾的关东军跟日本帝国皇军要回去日本的时候，身上不会带多余的东西，不行，限制多少？哦，带着很少。那个《新唐录》里面，你再慢慢看。所以很多东西都没带走，啊，人家人利用老下来的东西去变造。日本人不会去血汗的，哦，这就是太原500万人给，是啊。你要讲那碑石，中国人去起安尼碑石，哦，你一看知，这是日本帝国的建筑物啊。哦，那面顶一定有啥物雕像，叫伊拆掉，然后。啊，改做刻做太原500万人的纪念碑，哦，一对台北市建坛，1951年，他旧金山和平条约签订的一天，一年，哦，假的，这是漳州一带，咱东兴区。园林，哦，去看到的一挂相片，甲翕起来。你啊，看面顶园林下骹的，字有共款无？字体有没有一样？这个就是变造的，跟这个不是一样吗？碧潭桥，哦，民国25年的台湾是日本时代，哪来的民国25年？挖掉，重新再补上去，有没有？规则的桥墩，昭和12年被国民党改民国25年。哦，啊，这边啊有一个迄个 logo 嘛，共乌掉，哦，真济啊。大正4年，户籍成本标注福广，你若看迄个你的日志成本，哦，你若申请身份证的日志成本，就是1945年9月2号之前的。日志成本，你有写福甲国是啥？平埔的族人使用福州跟广东那边的语言，哦，都没有什么客家人啊，什么福建人没有，是通通都是平埔族的后代，哦，高沙就是生番。当时的大正4年，来人是来做一挂乌托团，一挂艰难就是当时的外劳上。两个支那人，好，哦，而且南京大虐杀对，南京大屠杀虐造真济吼，你慢慢看，迄种遮个内容，拢伫台湾民政府内底南京调查、南京事件调查报告，吼，哦，你再慢慢看吼。1848年革命的6大诉求，哦，就是要跟人民的宣告。日本是本土台湾的祖国，美国是台湾主要占领全国，被占领地区的人民不应该当兵。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确立了台湾地位，哦，记得旧金山和平条约的和不要写错了，
为什么是这个河？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和平，不是 Corporation、哦、有些人在写那个 合作的河，不对，和平的河。你写合作的河，你代表你对原文不熟、哦、所以你稍微要注意一下、哦、我们不是中国人，我们是日本他们、哦、台湾国际对越正常化才是唯一的出路，而不是台湾独立、哦、大家记得台湾独立什么死路一条、哦、看好、哦、海牙国际法院在南海问题的仲裁书形容现在蔡英文这个当局叫什么 President of the Taiwan Authority of 什么 China、哦、看到了、哦、中华民国吧，你如果没有印象加深你的印象，在他的墓碑上面已经刻了出生于1912年死于1949年，出生地在哪里？南京，也名叫中华民国。结果这个尸体在台湾是假造，要输你的汤输你的血，先说你扣底下的钱把你挖好出来、哦、你看还有多少跟僵尸国的交往、哦、圣多美普林西比断交、哦、谁跟谁断交？是中华民国的邦交国流亡状态，他使用金钱外交所保留下来的，加诶，所谓邦交国渣男那么招了了，吼、哦，比较诶，谁要跟僵尸一起交往？哦，什么人会跟尸体玩？哦，你要不要跟尸体玩游戏？好臭哦！哦 ，OK， 看一下，台湾以上诶，哦，跟 Japan 有没有看到 Occupied State Japan？Japan 跟台湾 Korea 这边都有写，这在那个网路上在慢慢找。台湾是美国占领地，天皇的土地。OK， 金钱来的把假邦交国，不应该当兵。1937年十月份，五个州三个厅，哦，这是建立完整主权的。那一年是1937年4月1日，什么皇民化、哦、所以1945年4月1日实行宪法，这按照什么万国公法的流程、哦、OK， 好，今天课程到这里，谢谢。